去干嘛了？你在这盯着我去看看。开始吧，让你先。下课前别出来啊！全体啊，都停下停！实验小学和红星小学的队上了，实验小学的给我站起来，给我走！红星小学都给我站起来！老穆，赶紧的走！你们干嘛呢？先别说，赶紧的！是玩啥呢？八十博弈懂吗？不懂。我也不懂，瞎看吧。其实别说，你怎么了？想认输？陆之浩，你还记不记得求我的时候？不是吧，老陆？我突然想到。这么玩还是不够刺激，不如我们可以每轮变化规则，比如任龙我取过之后，规定你的上限是4，但获胜条件不变。下一轮你也可以变化规则来限制我，但最多不超过5颗，很公平不是吗？不对吧？这样的话，无论我们谁先抢到获胜点，下一轮都会被打断，这样就没有意义了。既然能想到，你以为全世界就你最聪明？聪不聪明要看输赢，要不我们再加点料。击鼓传花都玩过吧？刘旭，他不看不听，一首曲子停下来之后，我们停止换规则，确认总数，找到获胜点。万变不离其宗，明白。210，215，220，225，229颗，上下3，228颗。在当前规则下，后手必输。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懂，但是怎么会这么快？上千四，剩余225。上限3。上限5。快点快点，实验红星杠上了，裴之、张亮都在。不会吧，红星有人比得了裴之？不知道呀。上限3。上限5。裴婶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掌握规律后。所有的策略都变成简单的减法和乘除法速算，每局确认总数，确定曲子加1的倍数，将这个倍数留给对方，这就是八十博弈的必胜策略。上限3，在博弈中加入时间限制，就是在比。谁能在这段时间没有计算失误，永远都不能把赢的机会让给对手。
失误了。到你了，磨蹭什么呢？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应该快要结束了吧？十五、十四、十三，赢了。怎么就赢了？你干什么？我在等着这首曲子结束。你违反规则了，你作弊。我没有。你怎么可能在宿舍的时候还有余力关注音乐？三、二、一。规则不能改变了，你输了。你我都清楚，你失误了，你把胜利送给了我。不，应该说是我比你更稳、更快、更准，坚持得更久。所以我赢了。林朝夕真的赢了。棋盘设下81颗，规则是上限3，轮到林朝夕取子。林朝夕只要拿1就必胜。这是由于张亮率轮出现的失误，将局面推到了后手必胜，所以林朝夕不需要有任何的变化就可以赢。张亮，规则是你制定的，人都是你的人，这场比赛你输了。不可能，你肯定作弊了。你说我作弊，是因为你潜意识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对手，不可能战胜你，所以你不服气。你总认为你最聪明，你学校好，你家里有钱，成绩也好，所以你看不起别人。但实际上，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比你更聪明的人，也永远有比你更强的强者。与其在那些天赋或者是家庭没有你好的人身上寻找优越感，不如多看看那些比你强的人，试着多仰望那些人，追逐人类历史上无数天才的步伐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。我们走。多少钱？林朝夕，你太牛了，你比你说的厉害多了。这都是以前我爸给我打下的基础。行，你起来。那小孩，我看你挺聪明的，来，咱俩玩。说数。1203。现多少？28。取14谁赢？你赢。再说个数。15678。现多少？318。取6谁赢？他俩玩了跟你玩是一个东西吗？哦。你赢。再来一次。行了行了，不玩，就俩观众没什么劲。啊，不是林叔啊，陪审你们继续，我给你们敲桌子助兴。你给我放下，收。你呢，肯定比我聪明，也肯定比我慢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想知道吗？想。叫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没你俩事啊。教练，我想学数学。爸爸。哎，只要不叫爸啊，怎么着都行，你撒手。教练，求求你了。起来。撒手！教练，求你了！教练，算我救你了！你答应我就不起。教练，求你了！我呢，可以教你们数学啊，但是我教的可能不光书本上那些，需要你们大量的时间精力。你们还想学吗？嗯。行，说说愿意理由吧。就是喜欢。嗯，成立。跟他一样，特别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不成立，不接受同样理由啊！你就实话实说，我得针对你，我得具体的教学嘛。哦，我就是想考张淑平的奥数集训营。张淑平回来了。师傅，你也知道他？我只知道啊，我同班同学，手下败将。不会吧？真的？张淑平，那岂不是咱们的师叔？咱这背景肯定不用考试了，不学了。我劝你啊，别提我啊！你要提我，你考满分得不要你。啊？
为啥？我俩情敌，他我手下败将。昌叔平喜欢我妈。你妈谁啊？我妈当然是你老婆了。林朝夕，你是师傅的女儿啊？停停停停停啊！我知道你这个逻辑了。林朝夕小朋友，我再跟你确定一下，我不是你爸，咱商量一下行不行？我呢，我免费教你学数学，但是你别管我，叫爸啊，叫师傅，叫老林都行，要不然我这心脏我受不了。也行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嗯。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会拍张照片，时间和地点都由我来定，到时候不管你在哪儿，或是有什么事，你都得来找我履行承诺。就照个照片。对。啊，成交。来，那我也来。好，上课，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坐下。裴志坚又没来啊？没来。今天我们继续讲中盘攻防战术。来，大家先观察一下这个棋盘。你怎么穿海报呢？你很喜欢看动画片？不喜欢，这样穿显年轻。你才多大呀？别总说我老成。那是在夸你呢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佩晨，你好几千没上围棋班了，这不要紧吧？不喜欢围棋。为什么？围棋很适合你，可以充分释放你的计算力。我还是更喜欢数学。那为什么要学围棋？我妈让我学的。我妈不太喜欢我学习数学，想多培养一些我的兴趣爱好。她还给我报过美术班、早班，这太难，实在久。还是数学简单。还有妈不让自己儿子学习的。我妈说数学学多了没用，考试能考个满分就够了，没必要学太深。所以我都是偷偷自己看书。林朝夕，你听着，这是人话吗？而且是个小孩说的，学你吧，学去吧。你也好好学。没事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围棋的上的怎么样？今天还有排骨，我给你盛两块垫一垫。不用，我还等我爸回来一起吃。先回去洗手。是又喝又享受又看故事书，为啥呀？这个不是故事书，不过也挺有趣的。都做了三天了，我有点脑壳疼。不做题考个毛线集训营？不是，我就想问了，就没有一点素质点的方法吗？我看他们电影里都是去感悟大自然，领悟学习的真谛，然后解放天性，一下就开窍了，学习成绩直线提高。呸！我跟你讲，应付考试的办法只有天赋、学习技巧跟题海。你们俩还没有培植那么有天赋，又没时间题海，我只能根据你们具体情况跟你们弄点这个题池，把每个知识点过一遍，也算是走技巧路线吧。啊，浪费我多少时间？不管。哦，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我不行了，我饱和了。你赶紧起来。不是，我真饱和了，我没骗你。你都多大人了，后天就考试了，还耍赖，这比当练习生都累。你要是考不上，想在这个世界当练习生都难。闭嘴。可是我感觉我不大行啊。有老林教，你不学得挺快的吗？不行，我紧张，我压力大。老天爷放过我这个学渣吧。花卷二，嗯，在草莓世界，你是个明星，要钱有钱，要名有名，结果呢，却意外变成一个小孩了。
我一个普通人都接受不了这种心理落差，你却可以，而且适应的特别快，我真的挺佩服你的。而且，要不是有你陪着我，我心态早就炸了。而且我觉得你特别优秀，乐观且洒脱，算你有眼光。虽然你渣，但不是学渣。我哪儿渣了？你跟女明星炒绯闻，你们上我车干嘛呀？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？季江，现在能开车了？你俩一对儿？什么一对儿？你别乱说啊！哎，坏了，这车怎么连个膜都不贴啊？那我下去跟他们解释吧。哎呀，解释什么？你能解释得清楚吗？安静，安静。露露，车在百花路后面，事交给你了。每次都是我收拾烂摊子，我又不是你爸。是不是我别去酒店，别去酒店？你跟我说，你对戏，你来酒店干嘛呀？你让我去酒店？我心里没谱，想去排练一下嘛。那公司不能排练啊。我忘了你，你同意了呀？你现在赖我？我不赖你，赖谁？那你跟别人去解释啊？要不咱俩将错就错，我觉得你挺好的。咱俩只是工作关系，其他的你想都别想。你听见了吗？明明是他想蹭我热度，你都看见了，套路太深了。记者都是他叫来，我打住，想明白了，打住。看书，跟你说，网上也是他的人在炒热。我说真的，老林，我听说你捡了个女儿。谁说的？没这事儿啊。保安、收发、后勤可全都知道了。小姑娘天天嘘寒问暖，跟你屁股后边叫爸。你小子绝对是走了狗屎运了，不像我啊，就想要一个贴心小棉袄，他没有啊。他真不是我女儿。你看你还不承认，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啊？我可听说啊，孩子现在没人管，你得负责任呢。怎么说都不信，我出去逛逛。一会儿好好考试啊，妈妈，自己走过去了啊。哎，你别啊，你把这个拿着呀，可好喝了。你自己喝吧，你先喝一口。我走了，亮亮，这不挺好喝的吗？走了，老人都说我不会了，谁说我在等着？加油站一会儿不行吗？你看，裴生。裴胜他爸是交警啊，我没见过，但是在草莓世界，他爸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啊？因为什么？我也不清楚。那要不要提醒一下小裴之？虽然平行世界有些改动，但大部分运行轨迹都是相同的，万一悲剧重演怎么办？提醒什么？咱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提醒他爸注意安全吗？那就这样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聊什么。等你呢，快走吧。林朝夕，裴之，这次我绝不会输的。他这自大狂确实是没救了。哎，等等，他只叫了你们两个，却没有叫我，是不是瞧不起我呀？喂，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叫蒋爱民，外号花卷。你在等什么？没什么，咱们进去吧。同学们，每人桌子上有一份试卷，两张也算纸。拿到试卷的同学先不要答题，铃声响起以后才能答题。
好，开始考试。哎喂，老婆，培植进考场了吗？啊，进了。你赶紧来一趟少年宫。去少年宫干嘛呀？我这一会儿还有班呢。来了我再告诉你，你抓紧。我在围棋教室门口等你啊。那，报告老师，我答完了。你答完了？嗯。这么快就答完题了？不再好好检查一下吗？检查过了。这么快？好，你可以交卷。和培植真的差这么多吗？这不可能。其他同学继续答题。冷静，最后一道题了。三个完全相同的盒子。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两个红球，一个盒子里面装了两个篮球，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一个篮球一个红球。从三个盒子中随机选择了一个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球，发现是红色的。问这个盒子里剩下的那个球是红色的概率有多大？排除掉蓝蓝的箱子，只剩下红红或红蓝两种情况，所以是二分之一。最后一题这么简单？驾驶摩托车不戴头盔是交通违法情况。啊，那个，对对，谢谢，谢谢您啊，谢谢啊，戴上，安全最重要。好嘞。这第一个球为红是事件 A， 第二个球为红是事件 B。求 A 发生条件下 B 的概率 ，AB 同时发生的概率 ，P AB 等于三分之一 ，P A 等于三分之一红红加三分之一乘以零倍的蓝蓝，加三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红蓝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 A 发生条件下 B 的概率等于 P AB 比 P A 等于三分之二。报告老师，我也写完了，看一下。从三个盒子中随机选择了一个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球。稳住，慢慢来。双红盒子和红蓝盒子的概率不是等可能的，不能简单粗暴认为是二分之一。以列举法解题，从三个盒子中摸球，一共有六种摸球可能，其中摸出红球有三种可能，另外一球也为红球有两种可能。所以 P 等于三分之二。老师，我答完了。你就一个人呀？提前做完了吗？这是？那咱们孩子没出来。林朝夕，你不是不来吗？我这路过。啊，那配合我弄弄。你怎么那么慢啊？提前一半时间出来还慢，人培植半小时就出来了。那我不得检查检查？你就是不自信，自信人谁检查呀？是培植？我检查两遍。你看，人检查两遍才半个小时。
你也来了？我路过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最后一题答案多少？三分之二。三分之二。那我怎么算的是二分之一啊？三门问题，条件概率。我填的也是三分之二。你不是算的是二分之一吗？那个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见在一个堆满草莓的世界里做过这道题，我只记得答案是三分之二，解题过程了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能记得答案，厉害啊！跟你俩比不了。怎么那么多年？啊，没事。行了，别坐着了。既然你们都考得不错，我就回去了啊。下来。爱跟谁？我们都说好了，考完试就去你那儿庆祝。那你们随便吧，带不了你这么多人，打车去吧。车费。你行不行啊？我免费给你们上课，我还往里搭钱。你改不改？开票啊！知道了。那我们比赛，谁先到谁就赢。开始。小孩真逗，你看比赛比什么？不低头，不停留，有抬头，有停留，假装看着四周，站在绿灯十字路口。你唱的什么歌？我怎么没听过？那必须的，那是他自己的歌。你还会写歌？耶，我是你的正正兄弟 ，AK 多才多艺，唱跳乐器加演戏，墓志铭就俩字酷毙 ，skr 吧。咦，真可爱。你说什么话？我怎么没听过？那必须的。哟，就当他在街头卖艺，那必须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裴之逃课了？这还挺新鲜的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啊？我小时候也经常逃课。他呀，估计就是去网吧打游戏去了，那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要是去网吧就好了。我听老张家的孩子说，他最近老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那还真是有点问题了。是啊。你好。高老师，这位是裴志爸爸是吗？对对对，哎，高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裴志说他每天都来少年宫的吗？哎，是啊。可是这段时间我都没看到过他。你看吧，还是我们快，黑神咱赢了。等你们一年了都，服不服？不服。不服啊？嗯。接着比。行，过几天再比。哎，再比呗，就问你们服不服？不服。怎么庆祝啊？吃点什么？汉堡还是披萨？我爸妈。他学不学数学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你没必要那事跟我吵吧。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他能逃课呀？你到底什么企图？妈，不管师傅的事儿。你都快被人卖了，你还帮着数钱呢？你怎么着？我就教教数学，我都不收学费，我怎么就骗子了？我，你不收学费，你图什么呀？这就更别有用心，更吓人了。老林他不是坏人，就是你们不能冤枉师傅。听听孩子们的呼声。阿姨，虽然老林抽烟、喝酒、留长发、说脏话、打人像个流氓，但他真的是个好人。还打人？我什么时候打人了？我打谁了？我不是心肺王啊！他打谁了？我打谁了？没有，你就我什么就闭嘴吧，你行不行？我不是骗子，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。哎，行，咱都别吵了啊。同志你好，我是裴之的父亲裴东来。哦，我林兆生。你看这放的都是数学书，看得出来孩子们是在跟这位老师学习。有明白人。所以问题出在咱们儿子身上。裴之，你怎么能撒谎逃课呢？赶快认错。妈妈，我错了。哎，认了错就好了。走吧，咱回家吧。这就完了？
那你还要抓人啊？裴之又没事儿，走吧走吧走吧走。你看他，妈妈，我不想学围棋了，我想跟着师傅学数学。你看看，你都被骗子洗脑了，你还说没事儿？我怎么我就骗子了？我跟你讲这事儿哈，就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你们这误会呢，对我也没什么影响。但是，裴之这么说，我给你们证明一下。我先啊，来，看看啊，这是《数学年刊》，1993年 September， 啊，你看一翻就到。我论文，赵生林 in China， 来您看看。这个呢？我身份证，林兆生，您比对一下。我是永川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啊，保送到三位大学读研究生。我研究数学二十几年了啊，不是骗人。我15岁我就上大学，我教个小学奥数没什么问题吧？阿姨，您知道《天龙八部》里的扫地僧吗？我师父漂泊四方，大隐于世，不图名利，潜心研究。那看大门，他只是表象啊。抱歉，我误会你了。我呀，我真不是骗你。你长大以后啊，一定不能搞数学科研。你看到了吗？只能给别人看大门。妈妈，我才5年级。阿姨，数学家很受人尊重的，除了在各大院校任职以外，很多的大企业公司都会高薪聘请数学博士的呀，很有前途的。你拿我师父当做例子，那不恰当啊，他毕竟是个例外。很多大公司找我，那不稀得去。你看到没？只能靠吹嘘来麻痹自己，多可悲呀！姐，你怎么那么多偏见呢？你不用多说了。我儿子数学很好，不用人教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来少年宫了。走，走啊！哎，行，别去了，去适得其反。那咱还庆祝吗？庆祝吗？不是，我想吃披萨，求你了。总共有1245名学生参加考试，取前80名，第80名是75分，有3个人是并列第一，都是满分。裴之、张亮、林朝夕，只有这3个满分吗？最后一道题比较难，有好几个95分的学生都是错在了最后一题。看了一天卷子，大家辛苦了啊。回去好好休息，应征还在后面。儿子，爸最近发现一款特别好玩的游戏，哎，我带你玩，啊？你干嘛呢？我妈生我气了。不想让我参加奥数集训营，我算算怎么让他放弃这个想法。哎呦，儿子，根据爸以往的经验，跟你妈对着干是不会有好下场。我没有想和他对着干，我只是想说服他。那不一样吗？哎，不过你相信我，你爸肯定是100%站在你这边的。那你得帮我。我在咱家这地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是我不帮你。这么多年跟你妈吵架，我什么时候赢过？我拿什么帮你啊？这您不用担心，我都已经写好了，照词说就行。嘿，你这小子，你把你爸也算进去了。你们俩这商量什么呢？儿子在给我做智力测试。就你那脑袋瓜子，有必要测吗？我怎么了？说不定你还不如我呢。呵呵。
那我考你道题啊。我不玩，反正我比你聪明。你们还不按套路出牌？嗯。妈妈，嗯，这里有一条河，河里呢有两座岛，嗯，有七座桥连接着两岛和两岸，你能不能不重复又不遗漏的一次性走完这七座桥？试试，一笔画，嗯，就跟你会似的。你来，我画不出来。那你得意什么？我知道画不出来，谁都画不出来。那谁都画不出来，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啊？嗯，这是一个十八世纪的问题。数学家欧巴，他欧拉啊，数学家欧拉也画不出来。他觉得这件事做不到，但是在数学领域，可能与不可能都需要确切的证明。于是，数学家欧拉向圣彼得堡学院提交了哥白尼的七座桥。哥尼斯堡的七座桥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他爸，你知道啊？哎呀，七桥问题啊，我早知道这题无解，我就想听你憋着什么话。你别看我，我没电了。妈，嗯。你说欧拉从一个日常问题出发，结果开创了一个数学界的分支，图论与几何拓扑，厉不厉害？厉害。所以呢？这就是数学啊！你永远不知道，在一个问题的背后，会藏着一个怎样的未来。就好像我去集训营，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猜测，这段未来会成为特别美好的一段回忆。您能不能就让我去？可是妈不想让你整天的就知道学数学。我们老师说了，过去不仅是学习，还有很多活动，能认识很多新朋友。哎，多交朋友很好啊，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友谊是最纯洁的。你看我跟老于，我们要不是打小就是好朋友，那感情能这么深吗？哎呦，你们俩那是打架打出来的感情，我们培植可不能学你。不是，这他多参加活动，性格更开朗，这挺好的。这你说担心的那什么数学研究啊，那离儿子还远着呢。你以为他是天才吧？啊，他万一他是仲永呢？等到时候学习成绩下降了，我看你该着急了。仲永也没什么不好，普通人活着不累。不是人家爸妈都盼着孩子有出息，你怎么就这么拧啊？就一个训练营嘛，那培植都自己都说那么想去，你怎么就不能答应人家呢？你我看出来了，你们俩人是一伙的啊，我说不过你们。妈，我和您是一伙的，世界上你对我最好。我爸，快点。你这个小叛徒，我可是先站的队，我怎么就成第二了？爸，你可别再妄想撼动我妈的位置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去吧，啊！但是要注意安全，要听老师的话。我妈答应我了，我能去集训营了。儿子，裴东来。第一步成功了，命运改变了，这是平行世界，一切皆有可能，只要去做还是有机会的吧。我现在有点相信鸡汤了。累了，变小了可真不方便。真没想到集合点是少年宫，不知道你爸上马没？我去一下。哎，我跟你一起。
不用了，一会儿车就来了，你去占座。叔叔您好，请问老林在吗？你是小林吧？啊。你爸不在，他让我把这给你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赵生，哎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我没有，就发呆。没有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心不在焉的？没有，就一直盯着你看的嘛，美。你继续。那你跟我一块儿学吧。我这来来来。哎。哎呀妈。这样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太般配了，这样。二三，七二三。是破浪的桨，治愈我的慌张。那个最疼我的人啊，一路带我追赶着星光，却把自己遗忘。记得趴在爸爸的肩膀，叫我去张开翅膀，飞往想去的地方。你呵护着我，就像心安的屋檐，遮风挡雨每天。无论在哪里，如初的牵挂从未改变。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，走过每个季节。想去的地方，也陪我跋涉时光的深深浅浅，走过每个季节。